如果盟主不嫌弃，我宁愿意进去什么？啊，知道了都告诉我啊，然后他不说话，然后我再上前再走过来。对，还没反应，对，然后我说漏公子，你往前走，或者他一直不转身啊，观察一下自己在哪走啊。我就愣，然后他一推开他，我抬头看到七一了。一队去抓高校，一队去抓一队。他抓着我领子到推开我到，那他为什么推开我？因为他不走，我愣在那。他过来说清醒了吗？那个俩人一过来，整个人就能拖，可以把他拖走。好像也是。好，小磊，来，从那边热海那边回来，从深圳那边回来。